叛逃罪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之一，依法打击叛逃犯罪是国家安全机关的法定职责。王丕宏与妻子赵汝琴均系我国防科研单位人员，曾参与多个重要涉密项目的研究，掌握国防军工机密。多年前， 王丕宏夫妇就开始预谋移民某西方国家，他们向单位隐瞒情况，伪造材料，私自申领因私护照，通过中介公司办理了全部移民手续。几年后，二人利用回陕西探亲机会，携子秘密出境，并取得了该国国籍。鉴于王丕宏和赵汝琴涉嫌叛逃犯罪的事实，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对其二人立案侦查。 王丕宏叛逃出国后，一直在该国从事与其研究领域相关工作，对我国军事安全、科技安全造成重大威胁。2017年，王丕宏夫妇回国探亲时，被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审查，其二人对叛逃境外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。2019年11月，王丕宏因叛逃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，赵汝琴因叛逃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年。